成龙很像，再一次，再一次。这个光年之外是谁点的？我的，大家屏气凝神，我要唱了，哦哟，就跟不要吼，叹什么气？我的歌声曾经被邓紫棋认证过，你们有吗？你们有吗？只是被吴子棋认证的吧？邓紫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又不是因为歌声被认证。不要吵，歌来了，我要唱。来，准备了。烦，受不了你。你不许你这么说。来，准备。加！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谁呀？谁抢我的麦？倒唱慢跳一下。倒唱吗？倒唱没开。谁？是谁？谁？谁的脸声？啊！谁？我为了。笑得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为你等待。我没想到未来是真正邓紫棋认证过的歌声，好不好？王惠武的歌声不止邓紫棋认证过，很多歌大咖歌手都认证过。哎，这是认真的，没错。惠如你的 cover 每一首都超多人的那个观看，对，真的跟我的点阅差大概一两千万。我大概两千吧，大概两千万，差不多嘛，差不多。cover 过那么多歌，那你接下来要选歌，你会不会很紧张？会啊，因为大家会一直很就是很踊跃的在点歌。那你有看，就你有遇过网友最奇特的点歌吗？煎熬啊，煎熬，真的吗？可是煎熬你应该 OK 啊，OK 欸、对啊。可是，但是唱得很尖，我觉得 key 还是太高了。哦，太高是真的，那个声音比较属于比较中低音。今天听说是不是你有准备为我们准备一首？对，就是你准备一首你从来还没有唱过的 cover， 然后今天又送给我们就是在 K 歌，是不是忘记了？这边有，哎，准备什么？叮当的，对对对，对，没错，就是叮当的我爱他。对，为什么会特别选这首？因为我那时候我第一次来台湾参加一个比赛，歌唱比赛，叫做华人星光大道。哦，那时候我才18岁，哇，然后我第一次到台湾，第一次比赛，为了比赛来的吗？第一次到台湾，然后。可是我却在这首歌上面忘词了，就是那个百人初选的那第一轮，然后我就忘词了，结果就所以就刷出去了。你大老远跑来，然后百人初选就走就回去了，对，就走了。那你好不容易从新加坡海选出来，然后结果那你有就回去在台湾逛一逛再回去吗？肯定有啊，不要浪费啊。所以今天是就从哪里跌倒就哪里站起，没错。对，所以今天想给我粉丝带这首叮当的我爱他，紧接着就带来了吗？好啊，可以啊，那就马上欢迎，不要再考验他了，我爱他，掌声。我已经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好久没有唱这首歌，这次不怕忘词，有荧幕可以看，不要怕，紧张的时候真的脑袋会空掉。准备了，他的轻狂留在某一节车厢，地下铁里的风比回忆还重，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下来，若那一刻重来，我
掌声鼓励。准备要跟文慧茹玩游戏，没错、啊。要玩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文慧茹是有参加过很多比赛，嗯，基本上很多歌的歌词都倒背如流，应该不会。除了我爱他之外，其实我紧张都很容易忘词、欸。我觉得我们好像很讽刺，因为刚才他唱我爱他，对，才刚讲完，然后我们又讲说他倒背如流。我跟你讲，那是他以前，哦、对他现在已经成熟长大了，所以我们要跟你玩一个很难的游戏。我们要跟你玩猜歌词的游戏，请讲规则。对，待会呢，我们就唱歌唱唱唱，然后你唱到一半的时候，音乐就会暂停。好，然后暂停的时候呢，那个歌词的部分你就要唱出来。准备好了吗？ Okay.可以，来怎么选？怎么选？来吧，好，来这边有主题，板板拿上来。第一个是地表最强天王没时间歌曲，没时间那我们就不点了。今天就对，也没时间。既然那么忙，就算了。对还有别的。第二个创作女歌手 KTV 必点歌曲，嗯，好，再来。Okay.天后唱了心脏会痛的歌，这好危险、啊，好危险哦！会不会突然停掉？对，天团嗨翻包厢歌曲。再来最帅男歌手爆红的歌曲，哇！你可以先大预测一下有会大概是哪些歌？我觉得天后吧，心脏会痛的歌，心脏会痛是什么歌呢？撕开，来撕一下，叫来宾自己怎么撕呀？人质阿妹的人质 ，OK 吗？这首你有把握吗？有吧，应该有，因为我以前还蛮喜欢这首歌。好這樣 ，OK， 请上舞台区，对 对, 對，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此下次这里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就完成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屏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准备了，准备了。哎呀，我还以为结束。对，准备要开始。因为第二句就第二部分就有点。哎呦，游戏开始。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屏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好像不是耶，对啊，就不怕有缝隙、哦、是吗？确定吗？答案确定吗？你是爱我，差一个字。好，哦、总共有十一个字。好，你可以再确认有没有那个提示还是资源？有，有，有。来，有来，我们的智囊团，你选一个你信任的粉丝，哪一个？他可以回答你。哎呦，突然哦。有人指咯、哎、好是你好了，我相信那个黄色衬衫的那个这么可怜只有一个字，你确定你会哈？刚刚不知道我不会我好像觉得就是你是爱我的就你是爱我的十一个字、欸、对啊，所以是确定吗？刚刚、啊、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揭晓了吗？答案揭晓吧，答案揭晓是不是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欸慢慢来，那我选那个，我想知道最帅的男歌手到底是谁？好，陈浩奇是不是？请揭晓。是什么？帅到分手。哦天哪，这首歌、这个、我不会，不会吗？这个我不会。我
我觉得这首有点难，不要在 rap 那边给我荡掉就好了。好可怕，紧张紧张。好。好没人要的狗，风沙吹着我，感觉超悲哀。你说要分手，直白的借口，因为怕被我甩。现在你只想要跟我拜拜，太突然了你。现在我只想要搬到他妈里隔壁，不用再沉睡就睡对。爱到了底，你进我退。如果我付出抵挡无所谓，成功失败到分手的罪，就我来背。不能浪费，悲剧收场，只要一个人狼狈。And 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被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却向前走，将我抱走。安全感不够，只选择向前走。原来你是高手，话都你在说。转身离开，你说我不懂，爱有什么用？都是我活该。现在你只想要跟我拜拜，不再骗自己。现在我只想要搬到他妈里隔壁，不用再争谁错谁对。爱到了底，你进我退。如果我付出抵挡无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让我来背。女人的珍贵青春不能浪费。哦，也是十一个字哦。女人的珍贵青春不能浪费。哦，对吗？对吗？所以是不是女人的珍贵青春不能浪费呢？女人的珍贵。掌声！掌声！厉害厉害厉害！哇塞！哈，紧接着。最后一题吗？最后一题，好不好？我选创作女歌手。创作女歌手是谁？揭晓。旅行的你。我好喜欢这首歌。这首我觉得简单啦，可是它副歌，其实它主歌有点困难。会有成分。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都是在地图上一段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芭比，你尝过下雪的北京，你数起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餐风和日丽，你怀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你收集每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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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场景。什么什么？你收集什么？手机？你收集什么不真实的场景？哇，这个十五个字，对，
故事里每一个不真实的场景。你念歌词，知道了，是不是很会？哇，大家都摇头。我记得是类似什么什么，你迷恋最后几秒，最后一秒，最后一秒，最后一秒。你迷失故事里真实却不真实的场景。二一，好了好了，来看一下啦，来看一下。好，直接看答案了。你留恋电影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哦，你留恋那边场景。他就是对了，场景两个字。我没有，我还有不真实的场景。还有不真实的场景。你也是对的。好的。好。我有点不开心。干嘛？你怎么了？我觉得刚刚粉丝坐在那边太开心了。哈？我今天不就是让他们来开心的吗？他们看文慧如这样动脑，然后在那边开开心心的，不觉得很讨厌吗？他们就只要好啦。阿Q 讨厌你们，那你们也讨厌他，没关系。也不是那么讨厌，不是那么讨厌。我知道你们来就是想听文慧如唱歌，对不对？但是没那么简单。对，待会你们要一起跟我们做一个挑战。我们来讲一下游戏规则。待会呢，我们会放一首歌，然后是文慧如曾经 cover 过的歌，然后会放原唱跟文慧如的翻唱的歌曲，然后你们要猜哪一个才是文慧如唱。没错，是不是以为很简单？跟你们讲，难在哪里？难在我们都把他们的歌都放了两倍速，两倍速度。那其实听起来就是，对，其实听起来是一样，其实就是像花栗鼠的声音，所以基本上就是运气啦。待会呢，我们会放两次嘛。对。那其中有一个是文慧如的歌声，对，没错。那第一首歌，如果你们觉得这一首第一首呢是慧如的歌声，你们就举圈牌。对。那如果你觉得二号呢？不是文慧如唱的，是别人的，你们就举叉。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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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是吧？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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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讲，就是这样，不用剪，我直接接，就是这样。圈代表一，叉代表二，然后我们待会会放。哦，原来是这样子。OK 吗？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可以。可以了哈，好，那我们马上。第一首歌曲。第二首歌。第二首。第二首。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抵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好 ，OK， 你自己听得出来吧？很容易啦，蛮好像蛮。那我们觉得这首快变四倍，不要变四倍，好不好？你们好像都回答好了，是不是？已经回答好了。那选一个，说出第一个跟第二个差别是什么？哪一个时候让你们知道第二个声音比较年轻？比较年轻？哎，等一下，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是说？没有啦，我觉得听。编曲就很容易分辨，对，其实蛮简单，所以大家都，所以大家的看法都一致，哎，第二个蛮清楚的，答对吗？冰哥，冰哥，冰哥 ，OK， 第一首，直接进行第二首歌的第一次。好快。第二首。分手应该体谅，谁都不用说抱歉，何来亏欠？我刚给你这么心碎，镜头前面谁曾想到我们在后台流着泪声嘶力竭？嘿。大家都已经举牌了，哎，这么一致是不是？答对吗？答对吗？不然我们先请那个戴眼镜的小胖老师讲解一下好了。袁文慧老师，来叫他小胖老师。我想一下哦，好像我必须要评断一下刚刚的啊，不是，是好严格，好严格。刚才以为你是小胖，小胖老师很严格，做效果呢。你是哪一个？你是听到哪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是那个，就是高低音的部分，好像没有第二首感觉比较低这样。哦，是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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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吗？是吗？是吗？冰雹，冰雹，冰雹，怎么感觉？哎呦，天哪！粉丝真不愧是粉丝，马上进行第三题。这么快？
进行第二次。哇，这就有点难度了。我也觉得好难哦。哦，我觉得这一题稍微就比较难了，因为觉得音色都好像哦。对，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新加坡人的关系，哦，这一些口音、一些咬字，有可能会有点像。来，那我们的林夕老师在哪里？林夕有没有？感觉第一首就是声音比较厚，然后比较有震撼的感觉，所以你觉得？第二首完全没有震撼感，完全没有震撼力，比较轻快，比较温和，好难做人，这样子，挖陷阱，为难，所以答案对不对？冰龙，冰龙，哇，好厉害！你们很厉害，对，真的很厉害，因为你们声音特色其实有点像，哎，会有点相像，会有点像，是有研究过吗？模仿？从小也喜欢听他的歌，真的吗？就常会听他歌，然后我觉得久了朋友也会说很像。哇！待会就唱整首《我怀念的》给大家听，怎么样？蛮 OK， 因为蛮怀念的 ，OK 啊，因为他们答对了嘛，他们三题都答对，哎，他们很厉害，对啊，对啊。但是哦，刚刚说到就是。有惩罚，对，有惩罚，我们没有忘记哦，没有忘记哦。可是你确定我要这样子唱我怀念的吗？我非常确定。好，我觉得这个根本不算惩罚，就是来这很可爱。慧如带上我们的惩罚，没有，就是一个泰式料理的概念，凤梨鸡是泰式慧如，泰式慧如，用这种造型。我超喜欢念的，真的是蛮奇怪的。准备好了，好可爱哦！准备好，心情沉淀好了吗？马上欢迎泰式慧如带来的《我怀念的》。沙迪卡，沙迪卡，沙迪卡！太沉闷的歌了，唱这么对，这么那个。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解释你街头沉默，太是慧如，我更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问为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战胜鼓励，天！我真的是不敢往旁边看。好，我是有一点憋笑，听完了。听好听，看就好笑了。太是慧如 ，OK， 惩罚结束，惩罚结束。既然我们快 ending 了，能不能，能不能再来一首歌？肯定可以，粉丝们，大家都答对，我们一起说拜托拜托，好不好？拜托，不用了，我已经说 OK 了。OK OK， 再来一首嗨歌怎么样？嗨歌 OK 啊，嗨歌要带来什么嗨歌？我有准备一首叫做 SHE 的 Superstar， 这么嗨的歌 ，Superstar， 准备好了 ，Superstar， 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需要你们的力量，对对对，对，一起要这样啊！欢迎王慧茹带来的 Superstar， Are you ready？ Ready。你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你要往哪走，把我灵魂也带走，他为你着了魔，留着有什么用，你是电，你是电。
手吧，已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You are my superstar。Yeah！ 哇！谢谢温婉如。谢谢。想要看南更多大明星，私底下 K 歌的一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还有记得 K 歌，对，要记得到我们九三 K 歌按赞哦。粉丝专页按个赞，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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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